个人全部都是射手啊！你就点点把你的小号点高就对了。我干！你去那边干嘛？找死哦！干！你要死掉了！我干一等会战，人都还没到就在打一等会战，打个屁哦！要死掉了！打了拖我所杀的妈的！你这个色！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把 Q W R 全部放到对自己释放技能了。妈的！别！哇！你怎么好厉害啊？能不能打安全一点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拍谁？我刚刚把 Q W R 全部放到对自己释放我不知道想说奇怪怎么放不出去。没有中他刚刚 Q 没有中半个人。你们去吃他们家奇怪的歪了。好，回来中路互推吗？要出他要拿了吗？不用拿，拿不掉，可以哦。会我们掉吗？我们会回家。我没有装够，拿个屁哦！哎干，总是我在打，我觉得我两秒就要死掉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要打会战，要会战。要杀吗？你们要打吗？哎，赵鑫，我这个可以打，五打四哦，五打四哦，可以打哦。上！退啊退啊退啊，靠背啊！快上啊快上啊快上！你要死了啦，妈的！哎，五打四哎！哎，我就会赢哎。我去推中塔，要退就快退！别！本来五打四啊，对方还有个石头人哎，妈的！那就快退啊，那就快退啊，你赶快退中路，不要让你们退我助推吗？推心安，哎呀，不玩了，是要助推吗？那边有个一把，加起来有七八五十块，你啊，赶快拿！好吧，看来只能助推了，是吗？你们第一人假屌的，莫名其妙。来嘞来嘞！太紧张了。我看一级的达瑞文好强哦。ARAM， 变 ARAM 了。等我三等我才能杀人。第一次打，石头要怎么下来的？石头要下来了。他应该造成不了什么威胁。我们达成成就了，打 ARAM。我觉得对面压力应该很大、啊。对面压力超干，他教怎么打？我是在打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子？跟说好的不一样啊。跟说好不一样，不是有上中下吗？怎么全乱中路？我的重击完全没有用，让我赚了一块钱。我要是开错游戏了，得有缓速啊！我的重击呢？哦，这个好乱啊！我为什么总是会把都是看成是凯特琳？到底是凯特琳？我吃定他一只诶，这样的 AD 有问题吗？我就这样死了。没有，我先毒到他一次，然后就有人破甲先中。不能拖太久哦。石头人在上面飞，还是我去找石头人玩？可是我不重要啊。你还在乎输赢吗？你就输了，好不好？有你在就输了。有我在输啊。当你在乎输赢的那一刻，你就输了。哦、要赢。这位先生，打哦，打都不会动的，有人要死掉了。哇，提莫坦塔好厉害啊！我觉得我要去下路吃一下冰，下路冰再飞。哎，可以回去出第二把多很钱啊！六多啊，起手。我只买了一支长剑。哥有六多啦，对面都是柴。觉得这个团队还不错啊。那干，我买个狗屁眼，那根本就不用我。买命还是屁啊！算了，我去上路跟石头人耗好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多了一杀，也超强。对，你这场不带传送就是输在这里。这样真的赢得了吗？我恢复正常了，好像也没有。这边中二流，我们中三流，开玩笑，超看强。我们应该 OK 了，中路我们三个 OK 了，那我跟他就要上下了。打、嗯、感觉你们推得很 happy 啊！掉！巨推巨推巨推，太超好赚了，一百巨推巨推，电厨，
对面张狗，对面少一个技能，因为对面重击没有用。哈哈哈！赚几块？我干！我干！好险！怎么会这么粗？屁呀、啊！屁那个！你要死了、啊！哎，这个团队会不会拿下胜利啊？我们三分钟就破了一塔了。还有人下路，上路要死了。还是，哎，他已经上六，我还四等呢，那真的打下去吗？上六而已，小 case， 我们钱多别人一百五哎。真的呢？天哪！然后我还可以去中路变格，这样吗？等你们都到。哎、欸，该插眼了。三一耶，好像打得不错，好像厉害。中路，全部都是靠破甲剑的，攻他小。去杀一下，杀一下！旁边的露露，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超粗的，超粗的！赶快继续破中二塔，继续速推流啊！我都买两次，你都已经我干，我多来，你好快、啊，这个是赶宵夜场就喝的。你赚的好快啊、哦！你已经五多蓝了，干你五多蓝都没有傻，二塔哇、哦，好可怕哦！二塔，你脚没二塔都没有，放开自己，跟我去哦，上路下路给坑，我都来啊！等我来，我来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，我还没逼住你，不要死了。对耶，我没代言呢，哭哭。哇，你去干嘛？你要找死啊？我在看着、啊。反正我大，来中一下，我来中一下，很悲剧啊。哦，有的有传送的。你看左键有传送。有饭可以赚我大哦，饭不会弄他。的确要盯墙才有啊。没有，我的大，我只要我被推后，那我的距离会不见，会有点远。你最好不要走那哦，走那你有可能会直接死在那。不会。那等一下打一打再去中路 gank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就要被 gank。最快点有没有？但我现在有够肥、欸。操！对面都消失哎、欸！上路了，上路了，要死掉了！你们太宵夜场，可以开宵夜。我饿了，这样。哦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狙狙狙狙！哦，你没有把第三手杀，差一点。没有，差一点。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还上路。哦，可以有亮吗？我打。都有。来不及。应该是来不及了，算了。应该选个 easy 的。整个地图炮，全部都是地图炮的。我
现在我在想。要不要吃个红啊，小辉？要不要吃个红？好，我们应该有红吧？我觉得你们打到那个、欸，我半身不遂了。红应该要分推了。哎、欸，我知道，高丽。谁知道都没差，都是 AD 好啊。真的嘞，好可怕。总有差，可能连对面吃完都不够。一样。这游戏好难玩。我们中路可以炸灯，跟我一下。我没有眼，好恐怖、哦。对面也没，对面也没有比较有钱的、啊。来来上。走错边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来啊？你要死掉了啦。不会啦。我要死掉了啦。干他不早一点死呢、欸！我、哦、要早一点死，我就可以再杀两只。我靠，还被刷大，还是这么凶？就狙击、欸，你没有六吗？你竟然没有六？干那么多人在抢经验，最好是有怕啊！上路，上路啊！敌我都还没有香菇哦，我也还没有香菇，真的好可怕、哦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还蛮强势的啊！上路，上路掉了。再过三分钟，大概要输了吧？中路强推，也是可以。哎、欸，你中路出个超级小兵，他会不会赢？一毛回家了。哎、欸，每个人回去都出那个炼化，出什么？炼化器。哦，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退掉？哎，要不要退掉？炼化器。什么棋？哦，那个、哦，炼化棋哦，紫薇棋啊，那个可以加 AD 啊。他在哪一格啊？我从来没用过哎、欸。吸血跟 AP 那一格。哎、欸，关谁要出欧姆压制者？管加炼化棋。我出，我出，我吃 AP。我出欧姆破坏者，欧姆破坏者，组队整进啊！好像是有炸了吗？有，我没有摸，我要回去一趟。我现在在手中，可以去跟他们打吗？我可以出席克的号角啊！哇、哦，哦，这凶哎、欸！炸了，有没有了？我攻速不够了，我等我三秒。我、哦、回来。You suck, bitch！ 下路，下路。我不用啊，中路直接烧一烧，那下路要随便他们推了啊！你还想去哪里啊？很多人，三只，三只。哦，都走进来。哦，这个啦。我们推中塔，推进去好了，快点。在五分钟就要准备投降了，我暂停。你说对面还是我们？哎呦，我怎么办？我感觉有点难受。哇，好凶、哦！拉屎，拉屎，快拉屎！抓反。我没事耶、yeah ，好想啊！莫非开大也打不死我们？过死了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我干冲过来了，一个一个死掉，这怎么打死我？干超强的、啊！干我少出一件装备，我操！喂、欸，干，五块子好贵哦！我要死了，我先退了，你们。我去出，我出炼化石。这场将成为经典。啊，这实在是太智障了。我觉得我搞会赢。整场不买眼都不能赢，这样跟没事人一样。
塔，没有多一人打比较快。你还拆塔？我要打塔比较快，他妈！好，我可以去上路拆了。我流扣吗？好可怕！那我先去中路杀了。只要有人能绑住他，他就会死。我这五个全瞎，我觉得我们又要死掉啊！哎哥，又要撞。哎，开大，开大，开大！哦，哇、哦，这输出好高、哦，我妈，怎么回事啊？终于我打的。哎、欸，后面露露，招进招进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露露。对呀，不要浪费时间打露露。你们都素材吗？先别管，我觉得他一定会戳我。哦，我刚才把球门打开。点打点打，点就对了，点就对了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不要有！干，你们这群闹逼！我干！看这个船上真是太靠背了。你还去杀一个人啊？可是我觉得他会死啊，感觉他死。我觉得你要死掉。你前，你这里有一个立山卓。啊，你要GG了。哎、欸，谢谢老板。等我出完这个面具就太超痛了。我现在需要什么东西呢？我缺金属板。看、哦、怎么这么痛啊！超痛哎、欸！电话旗是……哦，我看到指挥旗。等一下，我回家出个装，我就可以打回战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小心！我一闪躲。你这是熊杀小，妈的！哎、欸，小心哦！哇，那个，完了，只要是开大，我可以杀一波。又要打中一波了，小心石头人。有在看他为什么？走分散一点。一三走，一三走，打他！快，开大！他小，跑掉了，跑掉了，一。算了。我有误穿了。我去追上路吗？还是你们要拆装？哦，看又回来，还有回来。老师，你要不要直接开大？回家就打塔，哦，我又要死啊！我靠，这是什么鬼会战啊？这是一个秒杀的时代，这是一个秒杀的时代。我靠，你们在那拼什么？你们打塔会动了好吗？卡特负责洗掉小兵，这样就好了。好 ，recall，recalling， 高哥去扣吧，可以打小。我超强势哎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是什么鬼野猪？还好我出了这只。Holy shit！ 好、哦，我外子还要一堆钱，根本就出不完。好爽啊！这些兵拿的。死了！我要死了！如果你是点他组的，就出雾川。雾川对他有用，对人也有用。中路，你要不要？
撑得住吗？也许会掉。哇，我现在会超痛，我出了离岸走了，很爽。哈哈哈！我被夹住了，快打啦！感觉是痛都很怕。哇，好痛啊！你老师哎，好厉害哦！他擦眼了，吓到了吗？我们快爆了！我们快爆了 ！Recalling， 各种开，推流，推下，推下。哎，下路人，烧东西，烧东西，烧东西！那个欠杀的，妈的！提摩，你 OK 吗？提摩，哦，我觉得我确定你 OK 吗？提摩，我还是拆塔就好了。你有没有可以吃个桶哎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没有时间，他没有人了、啊。干吧，可以冲他小啦。你没听到啊？哇，还顺眼呢。我要，有人要撞了。我刚不是说了？他们来堵我啦！打了怕什么？我没有到啊。又是靠戳死的。看电影的，这什么鬼会战？你不要动！你想继续拆，继续拆。靠脚踢干嘛？太粗了。你要靠脚踢，我倒踢到旁边去了吧？啊，没想到你们一样痛。哎、欸，上路也拆进去了，真棒！打不死，打不死，你伤害有点多。继续拆，继续拆。赵信在上路，要赢了哎、欸！还会什么鬼？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不是你跟人犯贱嘛？好打不好打，打这种怪招才会赢。好难过、喔，我这两天打的比上打要好，是吧 ？Recall，、嗯、等一下上一波。这边二十三分下跟中间全没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终于出完五破坏者了。哎、欸，提摩装你还是一样悲剧，可是已经没有塔了。提摩你的装还是一样悲剧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打上路啊，然后他们来就锁塔好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再往前走，去上路好吗？你要去哪？哦，退退退，我已退哦。耍什么蠢？还不是靠兄弟？应该会死啊！哦，他耍谁啊？他干啥？卧底三都中了，射他射他射他，他妈的找死！射死那个婊子！你站在中，你站有站在中间被四个人一直射，他也不知道打谁好。上路吧，上路上路上路，我去上路。打上路打上路。这到底，这到底怎么赢的？哎、欸，中路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卡特琳娜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不要打。没有在打。我不想追他跑吗？你怎么没有在打？他不见了，怎么讲？他不见了，算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绕回去的？神奇耶！哎、欸，人不够，人不够，人不够。我喜欢从后面来。我们还有一个人呢、欸。OK， 我们有个人在家里，怎么回事啊？打。哦，没死。赢了。你偷偷在这里藏一个箱子，我有传送。我要 BD， 我可以打一次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，就是。看这游戏好难玩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游戏好玩啊！这游戏原来这样玩啊！对啊，第一次玩 LO 就上手。你右键就赢。哦切！赢了没啊？打不会痛的，我干！赢了，赢了！哇！哪里呢？哇！可以不要吗？
不行，太迟了。六路侠，他们还没出来就斩光了，有没有？好难过。有赢有赢，怎么会是这样赢的呢？有路吗？有有有，一天的首胜奖金都拿到的。皮毛也输出啊！哎，我只负责种香菇跟跑来跑去，我只负责点货而已。我点右键。是对面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啊？哎，我输出比对面赵信高，你们这样讲。赵信出场机会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都一出来，然后就光就挂回去了。不会这样，再继续打多少人要？